好，现在飞机已经开始起飞了，请揭牌。学校正式启动，中国黎明国小蒸蒸日上，再创佳绩。这个小学校事实上的老师非常优秀，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特色学校。特色学校呢，变成不是限定只有住在附近的孩子可以读，我们可以打破学区限制，或者它变成是一个科教的中心，啊，是某一种，比方说是航空飞行的特教中心，然后可以让其他各校都来游学，这样子把有这些专长的老师，他可以做他很喜欢，而且具有启发性的教学，哇，那这个，他等于是遍布在屏东县市全国各地，喜欢来这一种学习的孩子，乐在其中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屏东县要推的这个特色学校，精致的学校。它只有会让轮子动，那轮子动要用什么？对，要从澳门直接去。莅临参观，谢谢。但是今天因为有贵宾在看呐、啊，他已经突破了他自己。那你看看内胎，它是放在哪里面？谁知道？哦，你说说看，内胎放哪边？那个，你说。外胎的。很好，内胎就放在外胎的。好，飞机进场了，非常成功的降落，请各位来宾给他最热烈的掌声。